兄妹出场。哥哥今天心情不太好。他们决定把宝藏带回去学校哦。哇，带了好多宝藏哦，好重哦。哇，好多宝藏哦，宝藏看起来怎么样？亮晶晶的。还有亮晶晶。是哦，那我们放学要准备回家了，好吗？好，拜拜。妈妈自己去带了。好，他们带了宝藏回家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哇，你们回来了耶！今天上学好玩吗？那个是什么？宝藏。那今天在学校有没有乖乖？有，来这里说谢谢大家。不好意思哦，那个发到司令的肩请假。哦，对啊，不好意思，他不是说。本来这个话不是我要说的哈，不好意思哦。好，那我们向左端，向左端，对不起，向左端。来下台去补妆，走啦走啦走啦！好，我们谢谢宝贝家的表演喽。